瀑布啊，这样子一直走的话，越近会觉得很壮观哎，远远的看跟近的看其实不太一样的感觉。再往前。可以吸收很多很厉害的，你平常想吸收都吸收不到的负离子，所以你就可以站在瀑布下面就哇，享受大自然的力量，然后带给你满满的负离子。重点是负离子完了之后会变漂亮哦。元気ですよ。元気。生きてますよ。年は取りましたけど。はい。あ、すいません。はい。